大家好，第一次就喺黃大仙站飲酒，對面是零，咁啊去黃埔方向，咁有呢個蟹子，又今朝打咗俾佢長沙灣站，原來有車站。又預咗有嘅，因為我以前都咩黃埔係，啊唔知佢冇咁冇，我係冇。我係咪地鐵車嘛？就長沙灣，因為2017年啦，整好個 lift 咯，唔係整個扶手電梯，係整個扶手電梯咪出咗張咯。一下子下子去長沙灣，長沙灣到金鐘，落翻去金鐘嚇，買買埋啲嘢就翻歸嚇。師兄，我係師兄，師兄唔係 M 兄，師兄唔使再見到 M 兄啦。你之前爬都爬到成，爬都爬到唔少 M 兄。冇一個。Thank you.
教练床。多谢合作，乘客请尽量走进车厢中间，谢谢合作。Please move into the center of the train. Thank you.超多人，超多人喺度行嘅，有我下次旺海我坐啲。下一站石峡尾。Next station, Shek Kip Mei.
啊，呢期片到此为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